教授，哎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呗。啊，保友，你这个是翡翠扳指。哎呀，是吗，教授？对，啊，你这个尾部呢，颜色发浅，啊，中端这块呢，颜色很深，典型的是清朝末年的。啊，那教授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肥肠。这个呢？啊，这是翡翠扳指。啊，那扳指咋这么多呢？在清朝啊，越富贵的人呐，戴的扳指就越多。你这个应该是一套组合扳指，也叫做十扳鱼，就是戴上十个扳指也不多余。哦，嗯，那教授你给我估个价呗。估个价，你这个如果说一套保存的很完整哈，一个都不差的情况下，一个在20W 左右吧。啊，那我这差几个，教授？你这个差几个，一个能合20。啊，那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再见啊，教授，拜拜，拜拜，嗯。